草亭亭山在城冷的迷宫，反复着烟铺有中，为什么拥有反而越是痛，只剩下两手空空。也许多藏的难过忘了对我说，孤独贯穿了生活，人生像闹剧，卷入迷失漩涡，又困进沙漠，怎么逃脱？原来命运的捉弄，常常忘了对我说，谅解总偏爱挥霍，黑夜到白昼。决的选择换来落寞拉扯，这到底是对是错，得到又如何，谁懂得。这么多年了，日日夜夜，每分每秒，我都在等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甚至不知道我自己在等。但当你出现的那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你。哪怕你是来复仇，来置我于死地。一共是13块。剩您100。草莓芭蕾1个。好的。你好，需要什么口味的蛋糕？是送人吗？嗯。这款是我们店卖的比较好的，也是纯植物油的。还有这一款。是这一季的新品黑巧克力，微信还是比较适合送给女孩子。就这个吧。这款。嗯。需要卡片吗？好啊。好。有笔吗？哦。请问你用什么方式支付？微信。谢谢。谢谢。谢谢。欢迎下次光临。走了，辛苦了。拜拜，静姐。嗯。静姐，拜拜。明天见。姐，哎，你来了，今天好早。哟，桃子有特价呀？对呀，今天特价，刚放下来的，多挑几个。好，再见啊。再见。
你好，好久不见。我家就在这个门，上来坐坐。你经常请陌生男人去你家，我老公应该已经下班了吧？结婚了？刚刚路过，好像啊。你最爱的桃子，下次吧。全叔，小念，今天你不是休息吗？聂总这几天一直念叨说想你了，你多久没回家了？你看待会儿有没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在开车呢，再说吧。难得有桃子特价。你看，每一个都好好的呢，很新鲜。是啊，赶紧吃了哈。好，这个啊是我晚上炖的鱼，还热着呢，你上去就能吃。哎呀，太香了！包子是下午包的，明天当早饭。哦，好，谢谢王姨。不用谢。他们呀，今天玩的太疯了，让他们在这睡。行。好，那我先走了，王姨。好，你回去休息。好，谢谢啊，先生，可以出发了吧？你跟着导航走，车停好了，钥匙交给保安就行。您不走吗？我自己走一会儿。好的。先生，您的蛋糕，送你了。我屋睡去。这次进军医疗啊，是聂总的决定，能给人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东远的初心。敬聂总，哎，敬东远这样哎有爱心、有良心的企业一杯。聂总，全总，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得到国际最大监测机构认证的公司啊，这十年来的财报啊，也都是年年增长啊。在国内的市占率上，现在已经达到了20%了。我们统计过，二三级城市医院的心外科里都有我们开发的产品。以后聂总、全总，只要你们一句话，我们一定跟随啊。能加入东远啊，我们有信心能在5年内成为国内第一。来来来，喝喝喝，请请请。那就拜托了，陈总。
拜托。哎，是。二位放心，我会加快流程，争取早日签约。好，好，好，再见。谢谢啊，再见。小聂，东岳下半年有一个收购计划，对方是一个医疗器材公司，他们有最先进对于心脏手术医疗器材，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大奖。你是这方面有专业，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在未来给我一点意见，把把关。聂总的意思是，你们东云的事情，我没有兴趣。哦，那喝汤。好。是你给的那个雨夜，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死了，现在是一具行尸走肉，活在这个世界上。把号交出来，对，把装备一起交出来，哎，不然的话，怎么样？你就别想走，凭什么我要叫我的号？小子，挺横是吧？号留下，你走不了。来横的是吗？啊，来横的，你别想走，这么横吗？想打架是吧？来啊！谁怕你啊？来啊！
站住！你刚才都看见了？嗯。你倒是挺老实啊，校外打架可是要被记大过的。你敢说你不会告诉老师？你是谁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哎，你会不会告诉老师啊？先归位啊！好，王雨玲，这台面啊，跟你说多少次来，拿笔记一下，五床，这个体温今天要再量一次，12床的血压。他的术前准备如何？都准备好了，各项指标都很稳定，可以手术。放心，没事，一定会好起来的。All is well, we hope all is well, but in reality, it can't be all is well.We keep pursuing, but always disappointed. All is well are the right of someone, but not me.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 It gives the people the power and make them become stronger. Without love, there is no all is well. Once upon a time, a boy said to a girl, I love you not because who you are, but because of who I am.When I am with you, no man or woman, but... 吴老师，抱歉，让他先出来一下。啊，去吧。怎么了，老师？一言刚打电话过来，你爸的心脏病好像又犯了，你赶紧去一下。如果比较严重，晚的戏都不用来了。患者的体温、血压数据正常，有心脏病史，正在安排那个 CT 检查。嗯，等报告出来之后呢，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诊断。你好，你好，你好。最近感觉怎么样？患者因为进食困难，呼吸道有感染，初步的判定是房间隔缺损。这个患者心脏术后啊，心率快，血压低，入量比出量多，而且伴有呼吸急促，氧饱和度下降。这是很明显的心衰发作的典型表现，为什么不用强力尿呢？说，这位是聂医生的病人，他之前下的诊断是感染和容量不足，需要增加补液。叫聂医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聂医生正在做手术呢。哎，聂医生，你今天手术速度够快的，切除病灶，剥出肿瘤。你这速度创纪录了呀！
哎，你要是在武侠世界，那就是呲呲大侠。太夸张了。聂医生，方主任说等你做完手术立刻去找他。知道了。这34号床你是怎么想的？我判断没有错。我要是不在那些医生面前给你保留点面子，我当时就破口大骂，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知道你对34号床上心，这就是你上前的机会。我是怀疑他可能会被感染。主任，34床按照您说的利尿之后，心率进一步增快，血压持续下降。说明中了吗？化验报告结果呢？严重肺部感染。主任，我去处理一下。医生挂号，小朋友，一楼对吧？这是你给我的。对啊。为什么？没看见上面写的堵嘴费吗？现在可是我升学关键时期，要是这个时候有人告密了，我可就麻烦了。这点钱用来买你的前途太多了，买我的自尊又太少了。小小年纪就只会用钱解决问题，学着好吧你。非常感谢你，没事没事。你是我们女儿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应该的。谢谢。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我和孩子他妈商量过了，等这次病情稳定之后，就接娃回家。这病啊，实在是太费钱。生死都是命啊，娃能遇见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已经是福大命大了。非常感谢您，聂医生。不用。吹吹啊，很快就好了。哎呀，今天的上海鲜好新鲜啊，你看。哦，是吧？等一下就炒了啊，别隔夜。好。哎呀，谢谢你，你真是太客气了，总想着我们。等一下，太静，我也有东西给你啊。看看手上。啊，没事，就红一点，你吹吹就好。妈妈，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我们吃昨天剩的包子，还有炖鱼呢。你把它吃了呀，不能浪费啊。嗯，妈妈，昨天我问王婆婆一个问题，她答不上来。啊，什么问题呀？你说我们用香皂洗周手手，手手变香了，香皂会不会变臭啊？傻瓜，香皂就是帮助分解那些脏东西的呀。分解之后呢，就化在水里冲掉了，所以手手也干净了。但是香皂呢还是香的哈。哎，田姨好香啊，炒的。妈妈，你就香香的，什么都能洗，但永远香香的。回来啦。嗯，吃了吗？姐姐好。还没做呢。爸爸。哎，
哎呦，哎呦，大耳朵，嗯，哎呦，想我，想我，来，你干嘛去了？跟妈出去玩去了？你有点累呢，小脚都睁不开了，吃橘子吗？回来了。那我，哎呀，今天爸爸是回来啊，想姥爷姥姥了，真的。想他们呀，来，过来跟爸爸看看姥爷姥姥。来，来，站那儿。师傅，师娘，我跟平平来看看你们。爸爸说啥你就说啥啊，来静一静啊，跟我一块说啊，希望姥爷姥姥保佑咱们家平平安安，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哎，保佑爸爸财运亨通，保佑爸爸财运亨通，哎，谢谢师傅。你从来没听过的啊，开始了，好。说吧，什么事儿？妈妈，我就是想，那时候要买这些东西也花不少钱吧？你钱又花光了？没有，生活费还有。但是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挺好的哥们儿给我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财路，我现在呢就这样。我没钱。你别这样，咱不是存了吧？你存了不是有十万定期吗？我就想呢拿出来，人家呢低于5万是不起存的，给我打了个折，照顾一下。我真没钱，真的没有。每个月有5000的利息。你这是第一次被骗吗？你怎么不长记性？5000里得够孩子2个月药钱。这钱是给孩子动手术用的。那要不然，你觉得你不是最近跟聂雨生联系上了吗？要不然你跟他借点。你要是不方便，我去，我不找他，我找他爸。反正是聂家欠咱们的钱，我去要点钱，天经地义。哎呀，你怎么出来了？你怎么不睡呢？啊？怎么不睡了呀？你怎么不睡呢？听啥了？听听，唱什么玩意儿？臭小子。睡也不睡，吃也不吃，啊！你俩洗个手吧，啊！我就不吃了，我得走，我有点事儿。这个都是现成的，热一下就行了。不，我有事儿，我得赶紧。爸爸，你要走了吗？啊，我加个班去啊！我不加班哪有钱给你买酸奶啊，买玩具啊，啊！我得加班去啊！啊，臭小子！陪孩子吃个饭再走吧。改天再回来，你再考虑一下。跟爸爸说再见了。爸爸再见。哎，再见，再见，儿子。再见。好了，快去洗手啊！5分钟，妈妈就把那包子给你热好了，再煮2个馄饨，好不好？嗯。
但是两天确实不太够，这次绘本量特别大，关键是我白天还得上班呢。我三天吧，三天应该没问题。好，那我弄完以后发到您邮箱。好，谢谢。哎，好，好，嗯，再见。你们就在这歇一会儿。好，谢谢。哎，Hello。 哎哎，这个我有点拿不准，你帮我再看一下。这片子不是我们医院的。嗯，别的医院转过来。你还是让病人再做一次造影吧，如果要排斥做手术的话。病人家长觉得我们医院的造影比他原来的医院贵，不乐意。家长说的。对呀，你说，其他家长为了孩子那是赴汤蹈火，这种家长少见。哎，我要不把他叫进来，你先看看。好啊，叫来看看。哎，孙斌家长，来，带孩子进来。我建议你再做一个心脏的造影。啊，因为现在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回去跟孩子的爸爸再商量一下。越早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好，好，谢谢。来，谢谢医生。谢谢。啊。片子忘哪了？
我去。蛋蛋，谢谢。事件阁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能确诊。因为孩子的嘴唇是青紫的，从出生到三岁时关，不修补瓣膜缺损，会没完没了的感冒、发烧、肺炎。到十岁又是另外一关。你想说什么？也给你这个机会，谁想跟你合影？你赶紧去上大学，越快越好，越远越好。真的？嗯。行吧，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好好学习吧，啊。喂。大声，我听得到。我警告过你的，你再叫我挂你电话。你这次又在哪儿？啊，我马上过来。我们刘律师啊，刚出国留学回来，现在啊，人家都只给百大企业做法律顾问呢，要多优秀有多优秀。你们可以啊，先留个联系方式，先交个朋友。楚楚，我来看。你好，我叫刘进。你好，我是舒琴。哎呀，我们也好久没见啊。儿子挺优秀，一直没听你说呢。是的，小伙子挺帅。还行吧。哎，你最近在忙啥呢？哦，没忙啥，出去旅游一趟。旅游啊，那好事儿啊，我也想旅游，是吧？是啊，那我们一起啊。啊，咱小姐，要不我留个电话？哦，好呀。电话那个，哎，到了，帮我找这里。不好意思，各位，那个路上有点堵，稍等了。来，快坐。这位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姨，我小姨父，这位是非常优秀的刘律师，还有刘律师的妈妈，这位是我男朋友聂宇胜，是在医院工作，是心外科的医生，大家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找他的，不过最好没什么事儿，累了吧？不行，喝点水。怎么回事，小赵？你侄女都有男朋友了，今天这饭吃的什么意思啊？阿姨，刘律师，今天这个局面呀，都怪我，是我的错。前段时间我们俩闹分手，我就太难过了，实在绷不住了，回家跟我小姨哭诉。
我小姨也是心疼我，就张罗着给我介绍男朋友。后来，他就一直哄我，要跟我复合，我心一软就答应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让大家扫兴了，让场面尴尬了，让长辈为难了，我自罚一杯。你这孩子，哎呀。还好吧你？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能把人逼死，真的。是我快被逼死吧？我 cosplay 了几个角色，你记得吗？亲哥哥、男朋友、小弟，还有谁？二叔、司机都来了。下次演什么？我再演几个角色，我可以怎么合在一起拍什么？那个全家福了。你影帝吗？偶尔用一次可以啊。那一直用，你不会记混吗？那撒谎也是为了保命呀。哎，聂医生，你给我讲讲，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的？坚持什么？守身如玉啊。我又不像你，没人比我相亲啊。那你爸心里比你的呀。我早就无所谓了，要是遇到一个合适的好姑娘，我立马就结婚。哎哎，我就是那好姑娘呀，咋结婚啊？你的意思是我这么多年看走了眼了，你才是好姑娘是吧？那要不然呢？走，现在去结婚登记。知道我。